行渐远的路上得不到回家。送你丢我。我一杯珍珠奶茶，三分糖的烧饼。不好意思，保安把我带出去。我不是手游，奇怪，珍珠奶茶都不会。要不然加点黄金。买单。真的很好啊。超难喝的啦，我很好喝的。你做的很好，哪里好啊？对啊，就我刚刚沾了一口肉吃，你讲不出话。我说奇怪，你是怎样？你要预备，这个就一定很难打到永杰脸有打到几次这样？有一个是原本没有想说要打到结果，然后结果一打下去的时候，我真的比较气，我那时候真的被他气到，我真的一挥我就真的打到他脸上。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要叫你哥。我们两个人都累爆。我当下当，我当时说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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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很对不起他。后来就真的，后面都是真的打的，因为我也觉得就真的打到嘛。不然我觉得我的情绪会卡在一个点，然后他的也会卡在一个点，那干脆就直接打倒了。